没办法。你说我要是出生了，不是，你说我要是当初出生的时候是个女孩的话，你给我取什么名字？所以你爸的答案是？我爸的答案是黄桃桃。黄桃桃。嗯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性别真的发生了转换，你会不会喜欢那种做女生的感觉呢？我肯定会喜欢做女生的感觉，而且我肯定会更加的，去享受当女孩的那种感觉和生活。世界上每三名女性中就有一个遭受过暴力侵害，如果我是淘淘，我可能就会是那三分之一。每个人出生时都有二分之一的概率成为女孩，与我们分享你的想法，想象一次你身为女孩的一生，与我们一起携手抵制对女性的暴力侵害。